正方濟各大學在明尊的時期最出名的學科就是護理系，但是這間學校有名的學科怎麼會只有一個呢？所以今集大學關鍵時，我們會帶大家從學術方面了解一下正方濟各大學不同的面向。正方濟各大學什麼課程最出名呢？應該是 Nursing， 他因為有 High Dip 和 Degree，咁佢哋出嚟就會有個牌照咯。依啲有教，我都咁覺得，因為實習時數多。係，同埋我哋呢度讀完之後咧，係會有一個特殊牌，同埋除咗特殊牌之後咧，仲有三個牌嘅，其他學校係冇呢個特殊牌嘅。physio 啦、nursing 同埋社工學科，我相信都係以護士為主啦。咁我哋都有很多的同學佔了差不多大約一半的同學都是讀緊護士的。護理就都多人，因為我們現在加大了個學額，所以護理系都很多人讀的，然後就都是可能醫療相關的會多人認識一點，即之前叫明愛的時候就出名就護理學和物理治療會比較出名，收生多啊，係淨係護理學都講緊收差不多七八個學生。嚟緊的關鍵詞是各方人才。聽說聖方濟各大學的幼兒教育和社工課程都是很受歡迎，至於為什麼呢，我就真的不是很清楚，所以特意請了幾位同學過來講一下，又請你們介紹一下自己。我是 Teresa， 讀幼教的，今年醫藥科。我是 Karen， 我是讀社會科學榮譽學士，主修社工，今年是 Year 3的學生。我是 Aria， 我現在都是讀社工的學士學位，今年就 Year 1。 在座幾位都是這兩科受歡迎的科目的學生，我想問一下，為什麼幼兒教育和社工的課程會在你們學校裡面這麼受歡迎呢？因為我的中學是有個去一些地方義教，山區義教，之後就發現其實自己挺喜歡小朋友，之後就報讀課程的時候見到有幼兒教育，咁都想在呢個方面試一下啦。咁喺實習的過程中同埋讀緊書的過程中，覺得自己都挺喜歡，咁就一直 keep 住上，然之後繼續讀上嚟啦，就到而家呢下咯。我哋近年係會推環境教育啦，咁我哋去西貢嗰邊咧係進行一個實地考察啦，咁同啲小朋友喺一個自然嘅環境裏面係點樣同小朋友上堂啊，咁家長都會參與其中嘅，咁導師都會帶住我哋，咁我哋都會事前會準備啲教案啦、教材、教具咁樣樣，去同啲小朋友一齊上堂啊，睇下佢哋喺個自然環境裏面係其實啲小朋友有啲咩表現咧，其實會唔會好中意啊，定好驚啊？但我覺得呢個整體都係一個我哋即係屬於我哋自己嘅經驗。咁你哋又講下你哋當初點解揀社工呢一科咧？我自己就想將來嘅工作係對人嘅工作啦。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咧係好需要被理解或者去被聆聽啦。即係譬如我有陣時有啲嘢想分享，即係可能我嘅近況或者啲感受嘅時候，其實我都會揾朋友去傾訴。但係即係我會見到可能這個社會入面其實都有好多群體或者好多個體係未必有依個機會去，或者有個途徑去表達佢哋一啲嘅諗法。咁我就覺得即係社工入面其實有個價值都我係幾認同嘅，佢係講社工係願意去相信人係會有改變。咁我覺得係就要透過去讀依一科先會學到一啲方法啊，或者一啲技巧點樣去 engage 到依班人。咁同埋我覺得，去陪伴依啲群體或者人去改變或者成長，都係一件幾有意義嘅事咯。當初我中學咧就好受社工照顧嘅，係啊。咁嗰陣時就覺得社工真係好勁，即係佢明明佢好多嘢做啦，但係可以周圍同人打籃球啦，成日見佢同啲學生打籃球。但係咧，有時可能你要揾佢幫手咧，佢就可以用曬成間學校嘅資源，即係可以幫你揾嗰個主任啦傾啊，幫你揾呢個主任傾啦。咁另外佢又可以用埋出邊可能社區嘅資源，佢都識啦。咁我覺得嗰時個社工係一個好神奇工作啦，可以用唔同嘅資源去到幫到人。咁後來讀 high 啲嘅時候，就更加發現原來社工依份工係好能夠幫一啲弱勢嘅人士去到賦權嘅，係俾翻一啲嘅能力佢哋，可能即使可能淨係教佢哋好少嘅嘢，或者幫助佢哋好少嘅嘢，但係其實佢哋都
能夠在從中去到找到快樂啦，找到自己的能力的時候，其實看到他們這樣是很開心的一件事。學校會不會說有什麼幫助你們去銜接你們將來的出路，或者出社會找工作的時候？我們學校有一個叫做就業中心，就真的可能定時定候會有一些工作 的一些詳情，就會放上去 email 那裡，找到、原來自己想做的機構剛好有位，就可以 apply 試一下了。另外就每年都有個職業博覽，職業博覽就很有趣，真的請了很多個機構就過來我們學校的 common area 那裡就擺 booth， 就當眾請人，是啊，當眾 recruit，係啊，即係真係會請咯，之後就會可以，我哋樓上會有兩個 interview room 咯，佢哋真係可以當場 interview 咁樣咯，都幾好嘅喎，你唔使等，你可以即場 apply。比較特別嘅係我哋間學校咧嘅導師，咁我哋全部都係做過校長嘅，即係係做過校長之後先可以做我哋嘅導師咁樣。係啊，係，所以有啲好好有師資啊，間學校有啲係啊，有啲 surprise 係啊，係啊。要校長才可以，誒，即係做過校長，有校長的有做過履歷才可以做到你哋的老師。係，咁當然對於我哋嚟講非常之好咧，佢哋有很多年的經驗啊，咁無論行政又好教學方面都好啊。咁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完咗之後都會再同佢傾，我哋有啲咩做得好或者唔好的地方，我哋都可以吸取一下經驗。同埋，其實就算是我去非華語的學生，但係有些同學仔佢係去一些育嬰院。即是 BB 嗰啲兩 under 兩歲嗰啲，係啦係啦係啦，咁細個啊，係啦係啦，咁你就會講啊，咁你去嗰間學校，你會點樣同佢上堂啊？有啲咩特別啊？咁樣樣。咁我最近都好似有啲膊頭痛嘅，你話物理治療嗰邊顏值高嘛，係咪？你想要咩？你想要男嘅定女啊？冇個，我就係想整翻個膊頭嘅啫。頭先你講話靚仔係重點喎，我會有興趣嘅。咁不如我哋而家咧就請特派專員過去佢哋嘅學校嗰度體驗一下物理治療呢一科，究竟係咪真係咁靚仔？聽講話聖方濟各大學呢度嘅物理治療科有嚟自 NASA 嘅太空科技，咁所以咧，我今日就邀請咗我身邊嘅兩位同學仔過嚟講解一下啦。你哋可唔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呢 h e l l o 大家好，我係物理治療科一年級生 Athena。我係物理治療科學生一年級 Daniel。咁我見到你呢度都好多部機喎，可以體驗邊部先咧？呢部咧叫做 Ultra G 啦，咁咧就係一個無重力步態分析儀咁樣嚟嘅。咁我哋係咪可以試啦？係啊，我哋即刻著咗褲仔先。好，我已經著好曬呢個裝束啦。咁其實要做啲咩噶？我呢個陣間開機之後咧，佢會泵氣啦。咁泵氣泵到100%嘅時候咧，你會兩隻腳揈下揈下，冇踩到個地下度嘅。咁另外我會再調校，你可以負重幾多？咁咧你就可以試下好似太空咁樣漫步，但我哋行嘅時候咧，記得都係要好似平時行路咁樣腳踏實地嘅。而家係將你嘅體重減咗一半啦。咁即係呢個係你冇咗一半體重行落去嗰個重量咯。我第一次喺個 model 睇到自己點行路。係啊，如果可能你行得唔好，用咗腳尖落咗先嘅，咁咪好容易向咗前傾。通常我哋一個 session 可能行15至20分鐘咁樣，咁就做到個耐力嘅訓練咯。我而家呢部機器係攞嚟做咩嘅咧？呢部咧係一部步態分析儀啦。咁大概都睇得到咧，可能咧你右腳咧係大步啲，同埋咧掂到個地下嘅時間多啲、長啲嘅。咁即係話我哋左腳接觸到地面嘅時間短啲啦，然後咧你挨左過去左邊嘅時候咧都會多少少咯。即係話你重心會喺左邊多啲。可能喺醫院嘅物理治療部咧都會有一啲比較大型嘅機器啦，譬如你而家做緊呢部同埋啱先嗰部無重力訓練機啦，咁咧都可以幫啲病人咧去分析翻同埋訓練翻佢哋行路嘅步姿咯。咁你哋咧，你哋點解會讀物理治療嘅？我講先啦，因為我細個都整親過啦，咁跟住就再做物理治療咧，跟住後屘再發現，咦，其實物理治療咧幫到人，亦都幫到自己。咁自己做運動嘅時候都可能啊，如果整親，我知道點解會整親，可以點樣去
將自己擺翻好一個啱嘅姿勢咁樣咯。我就都大同小異嘅，咁都係因為條腰整親過啦，以前咁所以咧就有一次做 physio treatment 嘅時候，就當中嘅 staff 就介紹我話有冇興趣讀物理治療啊，又幫到人又幫到自己，咁就係呢個契機，我就 apply 咗呢度方大啦。非常之多謝兩位同我嘅分享，等我識咗咁多嘢，我仲有好多物理治療嘅問題，我可唔可以喺嗰度同你哋問一下咁樣？好，我哋慢慢落嚟。聖方濟各大學乜嘢課程最特別？我覺得是配藥系嘅，即係我自己讀緊嗰個，因為佢會有模擬嘅藥房啦。咁我哋可以將我哋自己學過嘅嘢即刻學以致用嘅。AI， 我都係咁覺得。好似其他院校係有啲院校係冇嘅，同埋佢哋係可以有其他模擬嘅課室啦，即係可能模擬咯，整嗰啲現場啊，之後叫佢哋自己喺度撳啊，之後就可以去玩嗰啲 game 咁樣啦，然後仲有嗰啲幼兒嘅課室咁樣模擬啦，之後俾同學仔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嘅。AI 啦，比較少聽出面其他學校有講 AI。我諗最特別嘅學科會係 AI 啦，我哋呢度有 AI 可以讀到嘅。AI 啦，酒店嗰啲，即係除咗可能一般 U 有得讀嘅，可能文科或者理科之外，都有啲比較實用嘅科嘅，例如物理治療嗰啲都係。比較特別就人工智能啦，我哋學校有科人工智能學士。今集嘅關鍵詞係方大有 AI。聖方濟各大學咧，佢哋嘅學術範疇就好廣闊啦。咁隨住時代嘅進步，其實都加入好多新嘅元素喺教學裡面嘅喎。咁啊，又請幾位同學又同我講下啦。我想問一下你哋讀方大之前，對於呢間學校有啲咩印象啊？好 nice 啊！嗯，係啊，因為我之前是讀明愛的，咁我自己之前嗰間老師俾我感覺到係會好願意幫你嘅，冇乜架子咁樣，係啊，所以我都會揀方大嘅一個其中嘅原因啦，第二個就係佢嘅課程啦，係啊。嗰陣有聽過 nursing 係好出名嘅，咁但係其他學科就唔係太多認識。不過我之後再問翻，即係我收到 offer 之後，我就問翻啲朋友，都發現原來佢哋有幾個係喺度畢業嘅，咁所以就即係聽佢哋講啲老師都好好啊，好有耐心咁樣。係啦，我就知道仲有 AI 嘅課程啦。咁AI 課程好似都比較新喎，其實有啲乜嘢特色咧喺你哋學校上面 ？AI 其實係要寫 program 嘅，同埋要有啲數據分析。而且我哋間學校咧係首間自資大學啦，受政府撥款係俾我哋間學校去起咗間實驗室嘅。好勁！少少啦，真係謙虛，多謝政府。所以有時咧見到佢哋嗰度咧有好多先進嘅設備係 for 我哋寫 program， 即係有時行出去都見到啲羨慕，因為真係比我哋普通用嘅設備嚟講，真係先進好多。因為 AI 嘛，真係要新嘅，同埋要好複雜啊，要處理嗰啲嘢。讀呢個 AI 課程嘅同學仔咧，你哋對於佢哋有啲咩印象？不過我覺得 E4 應該是即係需要啲分析能力強啲啦，因為佢好多時候好似話要揾啲 bus 出嚟啦，之後再去整走佢咁樣，即係變咗可能個過程係有聽過同學仔講係好痛苦嘅，係咁寫 program，但係佢哋即係處理到啲咁難嘅嘢之後，又會覺得好有滿足感。但係我覺得一定要係對 IT 好有興趣嘅同學，即係處理數據啊、處理 programming 啊。好有興趣的同學才至可以喎，但係我就一定唔得啦。咁但係雖然我哋都唔係讀呢一科啦，咁但係 AI 其實都幫到喺你哋唔同學科上面咧嘅一啲可能教學嘅時候話有幫助噶嘛。咁你哋有冇聽過一啲case 或者一啲學科係有 AI 結合埋喺課程裡面㗎？係有一科叫做數碼娛樂科技嘅學士啦。咁咧佢嗰一科咧就係大家都可以寫下遊戲咁樣咯。係啊，就覺得啊，可能將來我哋邊一日玩嘅遊戲就係佢哋寫出嚟嘅。叫佢哋加油，創造多啲好嘅遊戲出嚟。
因為娛樂好緊要。冇錯冇錯，仲有一科咧就係叫做翻譯科技。咁雖然佢係文學史嗰邊啦，但係咧其實都好需要用到 AI 去到幫助佢哋，可能做一啲實時翻譯嘅時候，咁就可能會方便啲、快捷啲咁。嗯，咁佢哋係咪會即係直情？研究了一些翻譯的東西出來給他們用，可能很多時候他們都需要在一些、地方做一些即時傳譯的話，這些的、工具就會幫到他們。是的，因為現在 AI 的應用都很廣泛，那你們自己的科有沒有體驗過，或者你們會不會想可以有一些 AI 和科技的元素去幫到你們學習呢？我會想有個 AI 的 client，之後就可以 sense 到佢嘅喜怒哀樂咁樣啦。咁我哋做 case， 可能我哋有時講一句嘢，之後佢就可以即刻咧個樣咧就變到咁樣嗰啲叫嗰啲咧。哦，啲啲係啊，走嗰啲唔開心咁樣就會 sense 到即係我哋就會察覺到咯，係啊。咁因為我哋唔可以成日都捉住個客人之後專登講錯嘢去睇下佢開唔開心咁我之前去一啲學校啦，去參觀，我就發現其實有啲幼稚園係有機械人呢樣嘢嘅。咁咧，啲老師就同我講話咧，啲小朋友好中意咧茶點時間或者係佢 free time 嘅時間，就會同個機械人傾偈啊，比如問佢好奇怪啲問題，啊今日你有冇沖涼啊？今天你有沒有吃飯啊？咁或者係同佢講話，我而家好唔開心啊！我應該去點樣去處理啊？咁樣咁你就有一個對話啦。咁即係我就見識到，哇！原來幼稚園裡面都有個機械人，係啊！我以為就係機械人嘅餐廳先有嘅啫，我嘅年代係冇嘅，年代都冇。所以就覺得其實係所有嘢都發展得好快咯，同埋要去唔同嘅幼稚園啊去體驗一下。咁你其實發現每一間都會有佢自己特色啊，咁機械人係其中一個，好特別喎、啊！我都覺得好特別啊，係啊！機械人已經應用到去咁少嘅小朋友度啦，如果有一個機械人可以幫我記稿就好啦。唔緊要，呢、這個時候咧又請特派專員啦過去方大嗰邊睇下佢哋嘅 AI 課程係點樣嘅咧。AI 是全球的大趨勢，不少學校都越來越重視 AI 這件事，而在聖方濟各大學這裡都有將 AI 融入他們的課程，還用到 VR。 今天就和我一起來體驗一下吧。同學仔你好啊，我叫哥哥，我現在讀緊人工智能學士的二年級。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ven， 我今年剛剛在聖方濟各大學畢業，現在我就是在翻呢間學校度做 research 嘅 assistant 啊！大家好，我係 Kenny， 我係數碼娛樂科技嘅畢業生，咁而家就喺聖方濟各大學度做緊項目嘅職員。高哥啊，點解你會讀 AI 課程嘅？因為 AI 依家大熱門啦，因為我見就業方向啊前景都幾好，所以我就揀咗讀 AI。因為我哋啲老師係會由一開始最基本嘅 IT 知識去教我哋嘅。其實呢個 app 具體嚟講係點用嘅咧？咁你可以睇下啦，我哋呢邊左邊呢邊咧其實係一個 input 啦，咁我哋可以自己把一啲線稿上去啦。呢個 AI 咧就會根據呢個線稿咧，然之後再加上一個網點嘅效果咧，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大概喺漫畫上面見到嘅效果就會係咁樣噶啦。平時我哋即係要用好多人手啦，去請一啲嘅助理啦，去幫佢做呢啲繁複嘅步驟嘅。咁而家我哋可以大概兩分鐘左右咧就可以完成到呢一個成品咁樣嘅。AI 除了可以用來整工具之外，聽說話都可以整經的喎。我在最後一年一科的時候就做了一個 final year project， 它就是一個遊戲來的。可不可以教我玩一下先？可以啊。我沒有打過機喎。其實我的這個遊戲的設計，就算沒有遊戲的基礎，它都可以很輕鬆地上到手，即是操作不會去到很複雜。你站在這個位置它就會受傷。我要走的了。是啊，你要走啊，是啊，你要離開那些。我就來死，但我都就嚟死啊！佢死咗，好開心啊！好唔簡單，即係你寫個 game 出嚟，你仲要喺度諗個劇情。呢個係我嘅遊戲初體驗，但我覺得有啲唔夠厚。你可唔可以 carry 我玩多次啊？冇問題，當然。OK， 好。一
今天我又有新的職業體驗活動了，就來做一日護士了，所以呢就特別邀請了我身邊的這位師兄，看看他可不可以 carry 我一日。那我就叫 Anton 啦，那我現在就 EF4 的。你們平時是否都用這個 VR Cave 來學習的？那我們在出病房之前，那我們都有機會到這個 VR 度，可能可以練習一些基本的護理技巧，可能一些模擬肝，那就要幫他消毒傷口，做一些傷口護理。我會說這裡跟真實的病房都有七成次的，真實的病房就病人數量一定比這裡多，那聲音都嘈吵一點，因為有其他的職員，那也有不同的儀器的聲音，那就可能大致是這些位置的不同。我們這個 game 是什麼來的呢？這個 VR 就是模擬這個香港地震的場景啦，在一個模擬的場景中，我們就要分流一些傷者啦，完成了一次 VR 的考試之後，我們都會做一次真人的考試。我也想體驗一下你的模擬考試哦。 OK， 那不如一起體驗一下。好，就在 VR Cave 體驗了做護士，同埋都在呢個災難應變現場嗰度實習過。做護士真的很唔簡單。都是的，不過最重要是你體驗得開心。嗯，多謝你 carry 咗我一日啦。嗯，唔會啊，咁你中意咪翻嚟再玩過咯。好。各位係時候又要問最後一條問題啦。請問你哋畢業之後有啲乜嘢目標呢？我呢個咧幼兒教育讀完之後就可以去幼稚園裏面做老師啦，或者係做一啲到校嘅服務啦。咁我自己都比較想提教育界嘅，但可能就未必一定係幼稚園老師啊，但都有機會係嘅，因為前景呢啲嘢唔知噶嘛，唔知噶嘛，睇下你遇到邊一條路。係咯，係咯，係啊！我就畢業之後就即係會做社工啦，咁。第一份工是想試下做青少年的服務嘅，咁同埋做咗full time 之後，其實都希望可以兼顧到自己的興趣和事業咯，即係唔好令到自己的生活淨係得工作，最重要是 work life balance， 係要健康和開心。嗯，咁咧我就希望將來是能夠去醫院嗰度做醫務社工，畢咗業之後。咁同時間都希望能夠繼續報讀翻碩士嘅課程，咁升讀上去學下其他唔同科目嘅嘢。果然係我嘅訴求就係翻學，好好學嘅同學啊！好啦，今日多謝曬你哋上嚟分享，咁我哋下一集嘅大學關鍵詞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